我两位伫我哩个好同事，在场咱遮哩那侪，听说民主进步党，啊要予赖清德当选做咱个总统，啊，甲要来甲咱个江兆国做伙拍拼，咱遮乡亲是大好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足无简单呐、啊，我看今仔日遮哩那侪好朋友，大家做伙伫遮。我知影心情拢同款，就是要拼后面进党，伫国会会当过半，拼后咱赖清德行咱台湾路线，做咱台湾的总统，安尼对唔对？你看咱机啊，伫遮一直演，一直演，会甲真辛苦咧演对唔对吼？人今仔日来你甲看，迄两党，特别后蓝色的，后白色的，因讲拢唔免。那你国民党甲民众党的想法内底？选民哦，选民就那西瓜，国民党讲因只有20粒的西瓜，民众党讲阮26粒，加加的赢赖清德，即卖37粒。我想讲，啊，才选举到这落型的，赖清德在选这届总统，民进党遮尔那侪立委候选人，大家透过政策，提出一寡讲未来要做啥物，来个拜托咱遮支持者。讲一票一票，搁敢斗消停，这唔当叫做民主政治，唔当叫做咧选总统、选立委，对唔对？啊，人伊两党讲无啦，选民是死乖，用车扛来，脚车扛扛的，再来运动埕，比看送几粒安尼就好。你甲看作为你两党的支持者，偌无尊严啦！今仔日大家讲蓝白河破局，对唔对吼？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那台破局，那道空，那讲好啊，你知不知？所以大家唔好开玩笑呢。那这局搁剩后手几工，55天，对不对？吼，拼一个好唔好？55天尔，拼一个好无？拼落来，清朝当选做咱的总统好唔好？江兆国甲送去嘛，20万好无？迄恁讲的哦哈，有讲有准算，大家来斗拼，安尼好唔好？那江兆国，我熟到有春啊！你知不知？一个较早3.8还袂做议员，在做成绩迈办公室主任的时阵哦，第八届我就入去第八年，规工一到时啊，甲扫扫扫扫来我的办公室，甲食饭，你知不知？迄我一年要食偌济，你敢知？啊，伊咧选议员，我嘛来甲斗小听，我讲诶，这个少年的袂歹。迄那成绩迈在做代志是安尼，紧紧紧紧到有够紧，所以啊。较早李承奇卖办公室啊，伊也足艰苦的，你知不知？我拢甲讲来啦来啦来，我再食饭啦，我烧一个安尼啦。啊，一路你看伫咱台中才拍拼，伫才做议员，我为伊安尼做助理，伊伫我哩做助理10冬啦。啊，伊安尼议员你也看，目一个年3届黄啊10冬啊啦，表现了有出息无？有出息无？赞的啦！要入来做立法委员，先入去立法哩训练10冬啦，你甲看卖。啊！我拄啊为屏东，或者啊为屏东去嘉义走2场，一个我的师啊蔡依瑜，一个叫做陈冠廷，我看2场呀。啊，一路来到咱台中遮，我拄啊路甲看，我讲黄啊对手是啥？对手啥物话吼？我甲看黄啊个是甲啥物人？咱毋是咱江兆国的，甲咱赖清德合作伙对不对吼？嗨，我看伊煞乌白夹，你知毋知？啊，有时啊一个人伫遐真孤单的。我最近呐、啊，我就讲黄阿伯来照国家，我就讲啊，对手到底是啥？我一日看，我讲这个不是郭台铭那边的，我唔是，我国民党的，我黄阿太国民党，啊唔是柯比利亚咧食饭的瞬间，伊咧变动会，这到底是对一党？一个候选人呐、啊，那无中心的一个想法啊，投机啊，这唔好，平平拢少年，啊那烟斗我看咱江兆国，咱阿国较烟斗淡薄啦，对不对吼？但是走台湾路有中心的思想，这款少年的看起来，我今仔日问你有无？所以要拜托咱这时代，这55天非常之的重要。你无看伊那咧底下咧演戏，这个演的佫有2天人去演哦，甲你演到即满那破局，到时佮夹落了戏剧到最高潮，但是心头了定，唔免惊，安怎讲？这柯文哲过去甲我真好，你知不知？我迄阵啊问讲，国民党讲九二共识呢？国民党讲伊足敖呢，讲伊落去两岸哦，
啊，国民党之前阿强阿飞机都未乌白买，国民党若之前讲迄黑红公无干啦，迄落战争都未对台湾来。我讲人有一味叫做九二共识，可能就安怎讲，你知不知？伊讲共识就是下跪甲投降，可以记得未？啊，今日讲要干，我听了我感觉讲哦，皮都乌一边。大家上清楚就是讲，人来甲讲人九二共识袂歹呢。伊讲无啦，我即马讲两岸你家亲，无咧讲九二共识。我讲是安怎？昆仔讲，嘿，九二共识哦，香的大便还是大便，各位记得未？嘿，思想无同款，对两岸看法无同款，价值也无同款。两党即马讲要甲你合作伙，啥物原因你知唔知？分啊！就是讲政府上执政了，因收到就是官位，大家来分啊，要甲你分啊，这代是叫做蓝白河，这个蓝白做伙要落去分啊，你知唔知？所以这款唔是行台湾路，无法度顾台湾主权的，卖啦好唔好？坚定甲支持赖清德来做咱的总统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唔好？真正爱拜托啦，做总统做到了后啊。国会啊，我为第八届、第九，即马第十，过来十一届嘛，第十一届，要第四届啊。我真清楚啦，国会若无过半，行政院你讲执政党杀出来，未过你就是未过啦。所以拜托大家听少民主进步党的，咱来这乡亲时代，后壁这55天，咱甲咱蒋兆国阿哥也斗拼一个，做伙拼一个，好唔好？妙动算哪里好不？好。妙动算哪里好不？好。啊，我甲因两个吼，这两个吼，阮算拢同学啦，你知不知？那伫阿顺家，一定爱有高票动算，好不？好。啊，台南那拄有亲情好朋友的吼，这个林俊宪因斗啊，好连金继续动算哪里好不？好。啊，麻烦到大家，我这恶心歹看尔呢，你看你给我底下也算真好办代志呢。我争取用动算好不？好，那好，专列休庭，民主进步党，阿个阿婆，阿个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谢，我来喝同事，我来庄瑞雄，雄哥，咱还敢加油，没有咱庄瑞雄继续来为你欢迎，要来保护台湾，要跟大家做一拍拼，拜托，咱还够一票，1月13，一票赖清德。一票江兆国，一票郑东票，民主进步党甲邓瑞基，予咱庄瑞雄做委员会领欢迎好无？好。哦，下面啊，咱赶紧过来报介绍咱今仔到场的贵宾，咱台中市南区复兴中秀会，咱的黄礼龙理事长。啊，到咱和平里守望相助大队长柯建清。金德银发股份有限公司蔡文杰董事长，总安汽车董事长林清和，感谢。